但俺做的是啥呢？的电脑多啊，中药嘛咯，5 star 或者是他给我们的订做就可以。现在就是俺做的肉冻的这个。所以呢，刚刚之前谈到说佛那一句话呢，就是说佛法它都是当下要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才是佛法，或者说就是今天当下就要做的事情。那可能大家一听了之后就想，哦，是今天就要做的吗？那好，那等一下，我先赶快现在就跑去 Dharamsala，我去商店里面赶快买一些铃啊、杵啊，或者多买一些香，还有记得火柴也要买等等。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就像另一位噶当派的善知识，他曾经说过，他说，修持呢，并不是这些外在刻意的这些表象，而是你内心的改变。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人修持的时候，都会变成只是外在的一些形式跟表象。就像许多的法友会来见我，那其实大部分现在很多修行者，像夫妻来讲的话，大部分是那个太太，他们都很认真在修持。但是呢，很多时候太太一修持，结果她就买各式各样奇怪各种样子的佛像也好，甚至什么人骨念珠啊、头盖骨，总之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她觉得修持佛法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样带回家之后呢，那糟糕了，就跟先生就开始吵了。所以很多这些法友都会来问我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有这样的冲突问题的话，所以那时候我回答的都。某一方面来说，我会说，哎，这是你应该好好去跟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呢去协调协调，我也没有办法介入太多。但从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会说，其实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把佛法觉得修持佛法修行，你把它当成是一定要敲个什么鼓啊，一定要打个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是一定要外在去做些什么才是佛法，但这样子你就造成了问题了。其实佛法是什么呢？它是内心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从外在你看不出它是什么的。所以你看在《修心七要》里面也有提到这句话，他说佛法修心就是你要改变你的心，但其他照旧。所以你唯一要面对、要改变的，其实是你的心。你不需要外在的去做太多的事情，你还是一样照旧的，外在的东西可以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做改变你的心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心越来越善良了，你的心进步了，你的心从刚开始很封闭、局限的心，慢慢开阔了、开展了。然后你本来可能很嫉妒、很强烈的一个人，你嫉妒的心变小了，这个叫做什么？你的心，这个就叫做改变了，你具备了善心了，这个就叫做修行了。修行就是这个，要不然很多人会以为说，修行就是心不去改变它，一点也不动它，反而是身体呢在做各种的事情，结果这样呢，把家里真的是搞得一团乱，买各种的东西等等，甚至如果有时候想到说你要修尸身法，那更糟糕，那个鼓是更大的，敲的声音也更大，可能会更加的麻烦。所以呢，后来佛王就说，就讲说他有之前呢，去这个中国的时候呢，那他有带很多的去住到了这个五星级的饭店。但因为按照传统都会说，这个港马巴去到哪里呢，这些法器都是必带的，譬如说就一定要带这个叫做长那个吹的那个长号，然后呢，甚至不只是带长号，还要带那个大腿骨，有没有要吹的那个大腿骨？总之呢，他们就在这个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关了门呢，就开始吹奏这些法器。如果在寺院还好，但是在五星级的饭店，你可想而知，那个场面是引起蛮多人的这个注意的问题。这里就是呢，当懂了，俺就是看上去不耐心。俺那就同住的住个，俺那就同个，所以说刚都知道个，俺就同住个少加班的。俺谈那些，那少加班钱多，他看这些人不愿意呢，刚来了呀，蛮子不钱钱，俺那少加班招人是，俺那，俺那少加不下的，俺这上头就少加，俺对吧？就有想这个是个，这是个嘛的，这样呗，俺说个少加不了的嘞。他说：“他妈的给我，怕都给我，他妈的给我，这里是古尔嘛多，那啥就说就，别人伢子说就听啥，那啥就去哪里录下了这个月送上了成交了吧？你这人那么多，听啥个就心里着大的，那当然行。”
我那天心中念不起来，就是啥呢？人家说，像古人这个说的，日啃这一面的，像出口的那当过一面的，就是还蛮过许多啊。现在上，第一个加上了皮松炒不起锅呀，别人俺做的是一面呢，没来这个说的，面干了之后，几片给我们，别人面干了就盖下去呢。面干的，但羊肝的、茶肝的，就干土土的，就干水，就彻底的不切切。哎，你大看他那吃干的，皮松炒不的切骨了吧？他那些俺注意的呀，对不对？少加把的几步，少加把的干水，他是天着会没不切切。另外呢，真的就说说，干水的，说说的，趁地气的，大概是两两的，早晚都进不进来呀。什么东西？俺打啊，就多拿钱不要管的，阿得了呀，就干出来。但多呢，没钱打来呀，得去用啊，当没钱打来呀，偏不用啊，啥的，所有的装那吃水当，干水这里啊，我自己吃去。俺得去，俺来讲，就不用啊，就当俺来讲，这，平时做不用啊，就吃多，别去吃怪不得。但我说是他说差不多你就公开这个我的下面的给学了一下。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力的呢来帮助救助这些动物，所以就算是再远的距离我们都应该要忍耐，然后尽力的来帮助每一个这些动物。所以这里我们会提到说救护动物的命啊，我们说救命救命，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说救了它，短暂的帮了它一下然后就丢了它不管了，这是不行的。因为佛法当中有提到说有前善中善跟后善，我们真的应该要全面的有智慧的去照顾它们。举例来说，就好像放生的时候并不就是简单的你把鱼放到水中就好了，就像现在科学家也有更深入的研究知道说不同的鱼它有适合它生存的不同的这些的水域。所以就像只是放生这件事情，我们都应该要具备智慧跟考虑周全的这样去做。所以或者就感觉像是我们说医院，我们把一个病人送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它一定是尽量的考虑周全的提供各种的条件医疗来照顾这个病人是一样的，他要救这个病人的命。同样呢我们要救众生的命的时候呢，并不就是短暂的帮助众生，我们是要帮助到他今生跟来世真正得到快乐跟解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所以真正对于一个观修慈悲心的人来说，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要把利益他人或者说带给别人快乐这件事情呢，当成是自己最重要而且是最欢喜很自然很欢喜的一件事情来做，而且全心全意了为了他人的福祉而付出而奉献。那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个修持慈悲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心态了。那就是主播心咋说呢？这学的这些我们，对了呀，他忙不是真的，他直接也结束了。对了呀，跑跑路路来，他看到毛那么些了，成就身边毛那么些，身边这些钱呢，给不吃完，那也去不去？身边这个团的，哎呢，他说给不吃完这里呀。告诉康松破坏了呀，那些，俺那第一个被六八杠，热瓦煮，面对不死，俺那打，胳膊煮，这那就是我兄弟那样，俺那告诉这，什么了，这，告诉他高瓦脏，眼瓦，眼瓦都买不起去，俺那边告诉这。他是那么大个国呢，俺得了呀，偏不住不是，得偏不住不起都，俺呢，他这里就啥呢？他得我那人下，看到呀，其他时间长忙我忙不起来嘞，但因为呢，他得俺出去，同学学不能行，但时间他们这的俺就得俺俩。甚至他们这些生意就是啥呢？人眼里啊，这路有去啊，搞来差不多的。但当俺做哈国西面，他就甚至也变土著啥的。
동해기 체 나르데베 심지 리지샤데요레 르바 니 가사 슈브나시 고조롱 괴네 겜네 메 뿐예네 메다 에네 칸데 미게네 미게네 마미시 데네 두사네 에네 고조라 마녜베 카요아다 동해 나르주 진짜와 주예베 이네야 아 디 지 가수에 가수에 수계 수직에 들려야베 가수다 장경 여러분 이게 얼마나 제가 되게 들려야 가수 예버도 미세지 잠니지 공부 요래 아야 니지 검사야 돼 참참 니지 사야 돼 동해 들래 동해 미디 지 동해기 미디 동해가 나 되버디 동해 들려야 가수 너로 들 찍고려야 대체 애네 가다 지 미수동도 사야 들려야 그래서 니지 쓰기 이게 말했어 다 동해 나 되베 가사디 동해 들래 털도 그러지 못 들래 아섬 방과야 돼 개침으로 좀 말했어 삼성 가셨을 때 인지 검지산에 동해시야 로도 사람 용도와 인지 검네 동해시야 로도 사람 용도지 단 인지디 동해 될 인지 공부하다 야나 미들 인지 공부하래 다 동해는 인지 검사를 미세게 두야다 동해 그날대베 미디 동해 될 중앙 인지 공부하러 마다 동해 지구 삼단지 동해 그 가르쳐 삼단지 에네 소소 이콘도 추이니 미주단도 미주단의 되스가 말아봐 동해의 나르데베 심지한테 동해의 텔레 타덕이 쿨레야 지레야 니지스가 말해 드린 뉴스가 빼나 빼차샵을 이미나 가수하다 화장기 배 자체 응원부지 매에 나눠래 베게 가수해 네 딱 근데 타덕이 나눠래야 흉도 예배 이미나 다디 차고 나는 야 여대비 자신외부디 지들 격투 디기삼당 오르마다 애니디 미디 메디 지 차보 임바다 디기 지 가르쳐 청업다 디기들이야 지기스 왜 지중간에도 매 지중간에도 들이야 애니베 지 가르쳐 제시 겸 되듯이요 말에 들이야 미디지 되스요 말 아 차다 매드 차보 싶을도 와 애니베 아 삼아르다 니지기 지고 삼당하지 되스요 말 다니 비슷한 디규제 데네 단도는 동해기 나르에 가사데 동해텔에 타원되버디 닌지 민주산 닌지 예고 계속 뭐래샤 도제 所以在这里讲到利他的时候呢，法王说他也想到了龙树菩萨的一个愿文，在那个愿文当中，龙树菩萨他发愿说，就算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友情、一个生命，他都愿意在生生世世的 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为了这一个生命，为了这个友情，他都会不断的来满他的愿，而且不断的救护他，不断的帮助他。就算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心也不会觉得疲厌，不会觉得痛苦，而仍旧呢，心中充满了这个热忱。所以就想起了龙树菩萨这样的一段的愿文哦。的确，我们说要利他的时候，真正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愿心的。 所以我们谈到说要利一切的众生，众生是非常的多的，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一切众生，很多时候其实你根本无法想象。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一次谈到说，先专注在某一个生命上，就像我们这次谈到的是动物，而且呢，是你可以想的是那些正在受着痛苦的这些动物们。其实在昨天也有谈到，就谈到说像众生受的苦，他们正在受很多的迫害，而且他们甚至也无法说话，而受很多的冤枉，很多的痛苦。 而且呢，他们也没有人能够救助他们。我们应该要对他观修悲心哦。那讲到观修悲心的时候，有的人都会模糊焦点了，就是把觉得说羞耻悲心呢，都会专注在是那个痛苦的情况上，它是怎么样个苦的苦法是什么？就所以想着想着呢，也很痛苦，也就哭了。所以有的人会说，怎么越修悲心，怎么反而越痛苦呢？ 这其实是你的焦点错了。所谓观修悲心，不是在那个痛苦的事情上，而是应该焦点是你要如何承担、救助、利益这个人、处理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说观修悲心，你是在对那个痛苦生悲心呢，还是你是在对那个人生悲心？这应该要搞清楚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观修悲心是对那个痛苦观修悲心，没听过。所以真的是要对那个人。所以当你如果有一念心说，
我要帮助这个人处理这个痛苦，你有这样的承担之心的时候，这个才叫做观修悲心，这个才叫做悲心。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说一个很贵重的你很珍惜的一个东西掉到了火里的时候，你的焦点不应该搞错，你这时候的焦点不在于说哎呀火啊你看它大还是小啊，或者热啊还是不热，而你的焦点就在于说我要赶快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同样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是专注的焦点是在这个人如何帮助他处理痛苦之上。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起建49日药师法会，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恭请湛信法师主法。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员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6或06-271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诵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佛学问答。现在有其实有在办读书会、哦、然后那个读书会的方式就是有买一本就是佛法的精要的书、哦、就是之前应该法师有看过那本咖啡色的、嗯、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读书会就是请学员先回去看，然后看完以后再请学员分享，就是讲解完以后再就是有学员要有问题就可以问、嗯、然后呢就有看过的人或是学长帮忙解答，嗯，那就是法师觉得这样的方式是 OK 的吗？还是说应该先听完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再办读书会，或者是读书会的内容可能不要那么的专业，或者是因为刚刚法师有提到说应该结合日常生活，不然我怕我们太钻研在这个佛法里面。或者是一些冥想，对，没办法去，因为很多提出的问题可能就专注于在那本书里面，太空泛，反而实际做的时候又有一段距离。对对，这点要避免。至于说具体的做法上，原有那个做法不算坏，对，但应该要补上你这一段，会把那个东西填空。可是我会觉得很难，因为很难兼用，因为时间不够。对，因为也不是的，就是因为。要结合日常生活，可能必须要有一个议题嘛。啊、那有一个议题，其实我们同学会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完全不知道从何开始啊。是，对，因为我们就我们一年级来说啊，是也好像没有一个人就是非常的
是了解，是是这样子是会很可能连最基本的可能都不太清楚。是是是，可是如果接触直接先接触最基本的，可能又会不小心栽进去，然后可能又离现实有一段距离，所以不知道。那这样可以这样说哈，那这样可以这样做，既有过去这样做的，可以保留一部分时间在哪里？那该听闻三规五戒，或者是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些新活动，那个做动，那个比如参加一个念一炷香念佛的，也渐渐想办法导入，乃至一次都没关系。你要相信，一次有一次的感应效果，那个是超越感应。这样就开始在平衡什么过度的学术化那种感觉，或过度的抽离现实生活，只在那些知见上的问题，就过不会